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, 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, 生存权,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。 我多次强调, 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, 是落实两国方案, 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,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，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，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。中方呼吁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，凝聚国际促和共识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、公正、持久解决。